北京东方时尚房车展，时间10月20号到22号，购车还有现金补贴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房车情报栗子。最近啊，秋天也是到了，天气逐渐凉爽，很多人都把这个出去游玩提上了日程。最近有很多网友私信说想要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房车，配置也都齐全。那么今天栗子帮大家找到了，不到30万就能拿下它。那么这款车呢，就是我身后这辆来自翼城房车的以上汽大通 V90 加长轴高顶为底盘打造的这么一款 B 型房车。那么整车的外观呢，也是采用了一个简简单单的白色的配色，看上去还是比较有这种商务感的。车头位置呢也是比较厚重，中网也设计的比较精致。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外部设备，车身上方也是配备了一个遮阳棚。虽然说现在到秋天了，但是正午的阳光还是有点晒的，到时候咱们可以把它打开遮一下阳光。整车长度呢是5米94，宽度在2米11，高度达到了一个2米63。在车尾部也是配备了一个抽拉式的厨房，户外炉灶。接下来咱们打开侧拉门，侧拉门一打开，这个电动踏步也就随之出来了，上下车还是比较方便的。那么侧拉门打开之后，就能看到一个外置的小桌板，这个桌板一打开，哎，到时候在这儿放个菜板，放个餐具都是比较方便的。上方也配置了这个电源接口，这个电源接口到时候咱们可以外接一些小电饭煲啊、小电器什么的。这儿配置了一个纱门，夏天的时候就知道它有多香了。车尾部呢也是配备了四路监控，还有倒车影像、倒车雷达，全方位守护咱们的行车驻车安全。车尾门呢采用了一个对开式，可以180度平开，打开之后呢就能看到与之相通的这个后置床铺了。这个床铺呢可以睡下两个成年人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平时不睡人的时候啊，这个床铺可以打开，下面这个通道呢可以作为一个储物空间来使用。如果说咱们有爱好骑行的呀，或者是喜欢钓鱼的，可以把自己的装备放到这里。那么作为一个 B 型房车来说，驾驶室的空间还是比较宽裕的。前方呢也是配备了这个电子的中控屏，座椅方面也是配备了一个皮质的打孔设计，如果说长途咱们乘坐的话，也不会感觉到特别闷热。这台车动力方面呢，也是搭载了一个 2.0T 的柴油发动机，最大功率110千瓦，最大扭矩是375牛米。这台车的空间高度上还是比较不错的，高度达到了1米75，咱们说1米75往下，甚至到1米75的人站在里面是没有问题的。沙发区域呢也是采用了一个4人对卡座的设计，整车是合载6人。桌板上呢也配备了一个小型的电磁炉，哎，喜欢吃火锅的人可以在这儿涮个小火锅什么的啊。如果说咱们睡的人比较多，那么这个桌板也可以降下去，这里可以形成一张小的这个单人床。乘客门进门处呢也是有一个这个简易的小厨房的设计，上面配备了一个带翻盖的这个洗菜池，侧面呢也是配备了一个这个拓展板，平时如果说咱们菜啊没有地方放的时候，可以把这个拓展板打开。而且非常贴心的还配置了一个外接的这个淋浴花洒，如果说咱们在户外做饭的话，可以把这个花洒牵引到外面去。下方也是配备了一个车载冰箱，那么这个冰箱的容量基本是到1天的食物储存，或者是说咱们平时冰个饮料啊、冰个小啤酒什么的都是非常惬意的。上方也是配备了一个高度还算是比较可观的一个小的储物柜，平时咱们有什么这个餐具、厨具可以收纳进里面。在沙发区域的对侧就是卫生间的区域了，这卫生间怎么那么小？哎，别担心，它是一个这个可以拓展的设计，侧面有一个锁扣把它扣住，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空间了。卫生间里的基础设备配备的还是比较齐全的，一个比较小的吸塑式的洗手盆，上面有一个独立的这个淋浴花洒。当然如果说觉得洗澡的时候空间不够啊，这台车配备的是一个便携式马桶，咱们把便携式马桶给滴落出去就可以了。上方也是配备了一个排风扇，方便咱们平时这个厕所换一下新鲜空气。那么在梳妆镜侧面呢也是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，平时咱们洗完头发的话可以在这吹头发了。这个床的面积还是比较宽裕的，栗子在上面坐着还是感觉比较舒服的。而且现在是秋天，如果说咱们出去玩的话，这个对开门一开，坐在这儿，这个过堂风一吹，那可是真舒服。上方呢也是配备了一个这
这个抵制空调，方便咱们这个驻车之后调节一下车内温度，也都配备了这个储物吊柜，方便咱们出行的时候这个衣物存放，还有这个随身的携带的物品可以收纳进里面。那么这台车水电配置方面呢，水路上给大家配备了一个120的净水箱，还有一个50的灰水箱，电路上呢3000瓦的逆变器，48伏100安时的锂电，水电配置上还算是比较可以的。那么这台车呢，性价比方面也是没得说，目前这台车的指导价是28.8万元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想要了解更多的房车资讯，敬请关注房车情报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